现在大厨的话说挺多，但是你们能离得了吗？脱得了钩吗？我看呀，脱不了钩。如果年轻的情侣这吵来吵去非常常见，但为什么过了30多年了，两个人怎么还在吵呢？从表面上看，两个人的三观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发现有好多三观不合的人，人生活的也很好。为啥呢？俩字儿，默契。什么叫默契呢？我呀，给你们做个示范啊，我让那个左岩老师来配合一下我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啊，咱俩玩个游戏啊，咱俩扳手腕，谁赢了，谁赢100块钱，输的不赔钱。我们来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。嗯，我赢了我拿钱，你赢你拿钱。呀呀呀呀呀，可以啊。哎呦，这我输了。我们常见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就这样的，他想赢，然后我呢就被挫败了，我觉得很难受。下一次，我想办法我得赢回来。这样的话呢，各自为战，但是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玩法。来，你赢一百，来，我赢一百，你赢一百，我赢一百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两个人在三观不合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各自的意见。但没有关系，默契是什么？这个事儿，我有我的观点，你有你的观点。但这一次，我妥让一下你，妥协了。下一次，哎，你再妥协一下我，那就是双赢。默契就是这么生成的。如果都坚守自己是对的，那最后两个人就是越走越远。我又回到刚才左岩老师说那话，60多岁了，我问一句，您做手术的时候谁照顾您呢？哎呀，做手术那当然是他了。哎，行了，啥话别说了，到这年龄了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直健康，老来伴儿，彼此是有牵挂的。真的有点头疼脑热的时候，你看谁照顾你们？子女有那颗心，有可能都没那个时间，所以你们根本就分不开。但是我希望刚才我和左老师这样的互动，能给你们一点启发。商量好了，5个矛盾，第一个矛盾我让你，第二矛盾你让我，让完了说声谢谢，这才情感的交流，好吧？谢谢两位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我们都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儿，这个道理。